他们说当初如果当一年或一年半的，就他们教的东西可以教比较多，啊、像是那个跳伞的，他们就会真的去跳伞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只有打靶。打靶打了那？但打靶还行啊，打靶就已经还蛮酷的。可是还是乱七八糟，什么叫做只有20把枪？全场有1000多个人呢、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 一次只有可能5组人就50-60个人打而已啊。就50-60个人在那里打、啊，那50-60个人打拿20把枪就很多哎、欸。小心小心，有没有在上方？啊，走但是可以真枪实弹就已经是很酷的体验啦、啊、就是夏令营。先到摩托车头，先不要到车道。那所以我要去休息了，是不是？不用了。啊。还要绕跑，他想干嘛？咻咻，休息。啊，练习休息呀、啊。休息。为什么他那个棚子可以烂成这样？他上面掉，然后1、2、3、4根哎，那这怎么装的？可以掉4根，那人在下面就被打死了。追他。谁要5岁啊？旁边这栋不是我们社区的，然后我们社区的也会吱歪啊。这这么安静，怎么会吱歪？我们不在上面，我们不知道它最上面。这里不是那个。就是开放空间没错，可是我不知道它上面听到的是什么。效果。上面肯定听不到啊，因为摩托车那么吵，那这样子他们早就死掉了，他们都不用睡了。
回家。那终于会凉爽一点的，是不是？你讲的是外面少十度啊，室内不会少十度啊。我们室内通常都是高很多度。嗯，那你们不是要开冷气冷死人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是睡觉的时候，平常是热死人。